不好看吗？好看。你今天确定你要不要，我们就带去给他相亲去了，行吗？你要不要说个痛快话，我们带人相亲去了啊？要不要？你说个痛快话啊？要。大声说。要。哎，这差不多，要就好，要就好。来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我希望你能有一个好的状态，像以前一样。我希望你好，我会一直陪你走下去的。我知道你是爱着我的，我也是爱着你的。我唯一纠结的事就是你的家人会怎么想我。我想再好好考虑一下吧。又回去了，回去吧，别再犹豫了，姑娘你也回去吧，过好你自己开心就好了，好吗？他有时候犯这个情绪，别搭理他，该干嘛干嘛去，请回啊。警官，谢谢。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我以后会好好的，不会再那样折磨你。我想我们还是会回到以前的。只要你能好好的，一切都好。来，既然爱了，就更该珍惜啊！好好相爱，好吧？尤其是你，好好对人家啊！谢谢你们，请回，加油，小伙子！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哎，你要看看他那儿的那个大刀口啊，其实你也会同情，虽然他削尽你恨他。但人都是这样嘛，起起伏伏。希望今天是这个小伙子人生新的起点，祝他们幸福吧。